最后提一个问题，最后提问，老师，我们合作舞台结束之后，可不可以送给我们 BLACKPINK 的最新专辑？就当谈起老婆仔讲咯，纯粹系。好好，我们一定会加油的，我们会加油的。可以带签名的吗？那专辑的事情怎么说？切入的有点快哦。Only for my team.